翁来，用翁来加一粒，也是做成冰淇淋冰饼来吃，因为是上冬季的滋味，所以唔免加糖，就会当品尝到翁来甜蜜滋味。现在国庆用公送，马上要透过行销记者会，让大家知影，好吃的冬季翁来伫国庆。本吼上卖的时阵是7元，啊，即卖都顶来10元啊啦，哈。啊，咱即卖吼推销翁来，就是讲吼国庆翁来真好吃哈。啊，唔盲讲吼，全国的好朋友吼，哎，给你。要吃牛奶，吃高汤，加推销过啊，啊，好，大家吃了较健康、较品质较好的牛奶。这几年因为柳丁飞园的关系，所以袂少农民嘛转做往来。何国庆乡的往来面积为200多公顷，到现在有500多公顷咯。现在嘛将要透过记者会，公所要甲往来就是料理伫餐厅来推广。所以往来青酱，就已经干嘛讲人间的极品啊，对不对？啊，如果那是个经过一寡创意哦来做料理的时阵吼，安尼咧不但是讲往来的这个值啊。它的这个值可以提升了吼，啊，而且呢，也到丰富经济吼，这个美食的这个内容的店。当地吼的餐厅吼，咱一日吼，会邀请咱餐厅来做这个料理，啊，来哦，全国的好朋友啊来高听，会去食到吼咱当地吼好食的往来。行销上在地农产，公所嘛请来专业的营养师，甲大家讲食翁来好处，要安怎食翁来才袂咬嘴。凤梨不咬舌，其实很有两个方法。第一个就是可以泡一点盐水，或者是泡温开水，那这样子都可以破坏它凤梨里面的蛋白酵素。那其实会建议啊，尽量还是不要这样用泡的方式，因为其实破坏蛋白酵素，也破坏它的营养成分在。看到翁来，唔那是会当参加，佮会当透过各种加工，也是料理，和民众来品尝。公所嘛再次推荐大家来高雄食当地甲冬季上好食翁来。记者真心，常报道。